级汽车。疯狂的植物，疯狂植物车，第99次实验开始。司机，成功了！有了这个发明，我肯定能打败超级汽车。去吧，疯狂植物车，让贝勒小镇的植物变得疯狂吧！哈哈哈。帮我拍得漂亮一点哦。怎么打不开了？救救我！这些植物都怎么了？呼叫指挥中心！贝拉虎、开心虎，小镇出现了许多疯狂植物，我需要帮手。没问题，也许酷宝能帮上你的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，全能收割机高伟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清除了所有疯狂的植物，真不容易啊。怎么又来了？是我们。恭喜你们任务成功。冰企鹅大作战。Cool! Yeah! 嘿嘿怎么样，老板？你觉得哪个轮胎更适合帅气的我？全都很适合，您就是这条街最帅的车。真的吗？那我全都买了。嘿，雷克警长，你选好要买哪个轮胎了吗？我再看看。我要买这个。雷克警长，你怎么穿了防滑轮胎？因为它很酷啊。但现在是夏天，地上有没有冰？用不着。为什么会有冰啊？
你看那边。气弹发射！这个声音是麦特博士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我。看招！我要把小镇全都动起来！嘿嘿！快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你们出什么事了吗？麦特博士发明的企鹅车正在冰冻小镇。啊！要赶紧阻止它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车！火箭赛车，旋风！地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企鹅企鹅天上花呀，尖尖嘴巴喷雪花，冻住嘴唇，冻住花园，全都冻住，哎呀呀。春飞救援快快快，大大冰块装不开，举起铲子敲啊敲，冰块敲碎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要去救其他人了。那我们继续追。赛车赛车向前追呀，左面右面来包围，脚下一滑转呀转呀，一卷两卷云云云，警车全力冲冲冲，瞄着目标再发射，一座冰墙变出来，糟糕挡住了。又没抓到，我们换个办法。企鹅企鹅肚子大呀，摇摇晃晃慢动呀，赛车赛车跑得快呀，加速追上啦啦啦。警车警车准备好，发射大网困住你，挖掘机呀砰砰砰，冰墙倒下了。企鹅企鹅大喷嚏，安全困住了。气死我了，下次你们就没这么走运了。哼哼，可恶的麦特博士，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抓到你。哼。哇，我突然觉得你的轮胎真的很酷。那当然。危险的兔子车。兔子车干得好，不愧是我最伟大的发明。去把城市搅乱，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！哈哈哈哈！雷克警长，站住，不许跑！我命令你马上停下！你严重扰乱交通秩序！讨厌的超级汽车又要坏我好事！哼，想得美！试试这个。什么？怎么变多了？糟了，这下怎么办啊？呼叫指挥中心！啊！是雷克警长，请问你需要支援吗？街上出现了许多兔子车，我需要帮助。
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科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哈哈，兔子车搞破坏，快快把它抓起来！后进车迷你屋，一张大网抓住你！抓到了！兔子车一二三，跳上跳下满街跑，消防车最无敌，打打水泡砰砰砰！打中了！受伤了。完成救护，你们别得意，兔子车接着变，兔子车又变多了，大家加快速度，别转，看我的兔子车真奇怪，长长耳朵跑得快，无人机空中飞，发现目标追追追，加油兔子车，鬼子侠从不见了，救护车飞得高，轻轻松松全找到，兔子车数量多，跑来跑去还长过，这边追那边追，一起追起来包围，绝不搞定，合作愉快。讨厌的超级汽车，我还有更厉害的发明，你们等着啊！运动会风波，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的任务就是把运动员安全送达现场。嗨，优秀的运动员们，快上车吧。这辆车能装得下我们吗？不就三只小猴子吗？装得下，快上来吧。真的装得下我们吗？这看来我得请个帮手了。哇，今年的运动会看起来好热闹呀，真让人期待。我还学了一套啦啦队加油操哦，加油加油加油。是谁打来的电话？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猴子运动员太多了，我的车子坐不下了。哎呀，别急。没问题，朱大叔，我们马上就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准时的公交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时的公交车，嘟嘟嘟嘟出发啦，车厢大，座位多，快速安全不犯错，快上车吧，别着急别拥挤，乘客多也没问题，周围
手，小心转弯。大大车轮转呀转呀，我又转悠公交车道，嘟嘟嘟车跑得快呀，我是准时的公交车。公交车呀开得稳，公交车呀很准时，公交车呀谢谢你送我到达目的地。下车请注意安全。我们也需要超级公交车。来啦！嘿，我们在这儿。快上来吧。哦，不行。又不行。还是不行。哦，看来我们上不去了。可是比赛就快开始了。这可怎么办呀？我有办法了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双层公交车，都上来吧，这回肯定没问题。高高，空间大大大，乘客一二三，坐稳，出发啦！嘟嘟嘟，双层公交，转转车轮向前跑，乘客个头高又大，别担心，我能装得下。真舒服，双层公交，速度快又跑得稳，路上风景特别好，开开心心就到了，我开开心心就到。站到了，请乘客们有序下车。哦，谢谢你，超级公交车，不客气，比赛要加油哦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